你们三个奥特曼里有一个是贝利亚变的。我可不是贝利亚，我是真的奥特曼，大家都知道我杰德。小迪，我是你赛罗叔叔。我是你银河叔叔。既然你们都说自己不是，那你们就每人唱一首关于奥特曼的歌吧，证明你们不是贝老黑，谁唱的不好谁就是那可恶的贝老黑变的。银河叔叔，你先唱吧。好的。格斗之王是雷欧，光线王子是艾斯，救场英雄是赛罗，最快最强艾克斯，未来战士是银河，神秘奥特是诺亚，大家一起守护光之国。到我了。杰德叔叔，该你了。可爱的孤身坐暗香，爱你不跪的模样，爱你对着国绝望，不肯哭也成，爱你破烂的夜杀却可度明月的家，爱你和我那么像，你却孤独一样。哎呀，好难听啊。杰德，你不要再唱了，你就是那可恶的贝老黑变的。哎呦妈呀，不好，被发现了，我还是赶快逃跑啊，这要是被抓住了，少不了一顿胖揍啊。小朋友，叔叔给你糖吃，你跟叔叔去玩好不？我不想不想，我不想你的糖，我们之间没有什么话好讲。我不想不想，我不想你的糖，我看你就是传说中的大鬼。车还有音乐呢，妈妈，这又是什么车？这是喷雾车。妈妈，我知道，这个是大吊车。这个蓝色的是搅拌车。妈妈，这是什么车呢？这个是压路车。哦，原来是压马路。这是老三的拖鞋，这是老二的拖鞋，这是我的拖鞋，这是妈妈的拖鞋，这是爸爸的拖鞋，哈哈哈哈哈哈！叔叔，可以给我开一下门吗？我要回家，我忘记带钥匙了。好的，小朋友，谢谢叔叔。死胖子，快点给我开门，我要回家。啊？我忘记带钥匙了，快点给我开门。我去我奶奶家，就你这没有礼貌的家伙，就不给你开门。小孩，我要吃掉你。你吃个屁吧。小鬼，被我抓到你就死定了。你刚刚说谁死定了？没，我没说，你们听错了。嘻嘻，天都黑了，回家吃饭啦。你在画什么呢？妈妈，我想爸爸了，我想画一个爸爸，可是我都忘记爸爸长什么样子了。来，妈妈给你画。你要早点回家，陪陪我和妈妈，厨房的饭菜香，有神奇的魔法。床也尿湿了，那怎么办呀？我们和妈妈一起睡吧。妈妈，我们和你一起睡吧。上来吧。小宝，你把妈妈的床都尿湿了。爸爸，我饿了。别吵别吵，自己买吃的去。哼，小狗狗，走陪我买吃的去。小狗狗，慢点，等等我。嘿，我们一起玩吧，走，我们去那边玩。我们一起玩吧。哼，你总欺负人，我们不和你玩。对不起，我知道错了，我向你们道歉。嗯，那我们原谅你了。我们一起玩吧。考试考成这个样子，给我一个交代。
都已经考成这个样子了，还能怎么交代？下次继续努力呗。给我一个交代。给我一个交代。都已经给了你三个交代了，你还要这么多交代干嘛？是用来封你嘴的吗？我要交代。这下这个交代够大了吧，把你圈住你都出不来了。爸爸回来啦，我去开门。猪头弟弟不能开门，爸爸有钥匙。哦，卖糖葫芦了，卖糖葫芦了。姐姐姐姐，外面有人卖糖葫芦。爸爸说了回来会带玩具跟好吃的给我们。哦，姐姐姐姐你快看，爸爸回来了。哦哦，爸爸你总算回来了。姐姐辛苦你看弟弟们了。妈妈我要和你睡。宝贝，妈妈感冒了，你去和姐姐睡吧。姐姐我要和你睡，快上来吧弟弟。啊，熏死我了，好臭呀。爸爸爸爸我要和你睡。上来吧儿子。哎呀，还是自己睡吧。我不要吃药。宝贝你不吃药病怎么好啊？不吃不吃，我就不吃。哎，依依我们去滑滑梯吧。啊，你生病了，我不跟你玩了，我爸爸说会传染的。妈妈我要吃药，小朋友都说我感冒了不跟我玩，那快把药吃了吧，好了就有小朋友跟你玩了。警车来了，快跑啊！熊二，这是来接我去抓小偷的，你跑什么？哈哈，俺的车来了。熊二，这是我的车，我要出发去救病人。这是什么车呢？这是消防车，我们要去救火。那俺的车呢？熊二，快上车吧，熊大，俺来了。好了，有人掉水里了，快抓住救生圈。别哭了，以后可不能在河边玩水。我来吃个手机。手机不能吃，用来打电话的。吃条鱼。这是我儿子的玩具，不能吃。那我吃个臭脚。你好臭，不能吃。那我吃啥呀？给你个火龙果吃吧。我最爱吃火龙果了。老婆我回来了，你快看，我偷来了三个奥特曼幼崽，胖乎乎的多可爱呀，等把他们养大，让他们管我们叫爸爸妈妈。你是想累死我吗？有一个还不够，还又弄来了三个，愿意养你就自己养吧，我有我们家小贝就够了。哼，我养就我养，我要把他们都养大，这样他们长大以后就会管我叫爸爸了，还可以帮助我去打奥特曼。哎呀烦死了，你们几个哭什么哭，再哭就把你们都扔垃圾桶里去。哎呀我的天哪，这是什么幼崽啊，怎么总是哭，太烦人了，我都快被烦成神经病了。不养了不养了，我现在就要把你们扔到垃圾桶里去。可恶的贝老黑，你竟然敢偷我们的幼崽，还要扔到垃圾桶里，看我们怎么收拾你。打他、救命啊。甜甜，你的滑板车一点也不好玩，还给你。熊大把我的车弄坏了，爸爸帮你修好它。甜甜，这个积木更不好玩，还给你吧。积木也被熊大弄坏了。啊，谢谢爸爸。甜甜爸爸你真厉害，你还会修理什么？我还会修理你。这是我的凳子。这是我的凳子。这是我的桌子。这是我的桌子。这是我的碗。这是我的碗。这是我的筷子。这是我的筷子。我要吃饭了。我怎么吃饭呢？耶，奥特曼终于倒下了。哼，他怎么倒了？现在没有能量了吧？我才不要相信光呢，小朋友们都不要相信光，我们都不要喜欢奥特曼。烂猪，你这小猪，你要干什么去？我要去对面的公园玩，你让我过去呗。你想要过去也行。把车上的棒棒糖给我，这棒棒糖是我要送给我好朋友的，不能给你。不给是吧？不给我可就抢了，快拿来。救命啊，谁来帮帮我呀，有人欺负小孩。威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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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谁欺负小孩啊？警察叔叔，就是他，就是他欺负我，要抢我棒棒糖，就是他是吧？进来，让我给他带走。哦呦，谢谢你警察叔叔，别让这个坏蛋再出来了。